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旋律，而和平年代有和平年代的歌声。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青年歌手王丽达为我们演唱电影《我的左手》的主题曲《一生只对你微笑》。朱哲琴呢，今天是身患感冒，重感冒，所以嗓子发炎的特别的严重，但他仍然是坚持抱病来为大家现场演唱。我提议我们把最热烈掌声送给他，请他为我们带来这首《小城之春》的插曲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
明媚的